第三，啊，我讲阿哩，阿哩问题，伊讲无啊，好，要不我老婆在你个讲，唔是啊，阮新妇啊，拢用腐啊罗花食，无啊笑啊，我干嘛呢？我老婆说，腐啊几种你知无？用我唔知，我腐啊上少有三种，一种咱门头店的叫做镇宅，镇宅平安腐，一种咱人出门。大辛苦，为讲去啊好歹事，啊为辛苦伊就打定歹事个啦，伊就打定迄个。啊，一种是互你食身体健康个，哦，咱遮老在座甲我年纪差不多个，哦，二零头个吼，大家拢知。古早咱农业社会较无医学无遐发达，你若若都拍惊怎个创点符啊，烧破杯啊，你啉安尼嘛好啊。好，有这三种啊，啊，搁一种。正港个藏南湖啊，啉了三缸，你就起笑。吼、哦，我阿老婆说，啊，恁这新妇出来个，丈夫啊，互你食，啊，你啉偌久啊？哈，伊讲我啉四个月个啊。我哎呦，老婆说啊，唔对啦，这个好新妇啊，伊讲呐，啉四个月百几缸，你还无起笑啊？安尼那是要，我互你丈夫啊，要互你起笑。听听，这时候呢，啊，他的先生呢，啊，因为我替他说很多好话，啊，替媳妇工作的好话，啊，那时间呢，公二力的谈的时间一看，将近十一点，他听五分钟，结果他听了两个小时，哦，这时候也发现，哎，你已经被我牵制风水学了，其实上。他家里外面呢，湖边31楼。我说我这时候你不能讲他，讲哦，这不是你做儿子的错误，这是因为你外面的湖边够高，引起奴妻主以下犯上，这不是你的本性，这是风水的问题。结果他听进去了，他说那怎么办？我说怎么办？我可以，如果你同意啦，因为我想我的仔伊不爱听嘛，因为五分钟就要走，叫个遐有诶无来，表示甲咱看这个，我们在当做什么嘛，所以我就不同意。这时候我从易经风水切入，说就是你的白虎边过高31楼，并且你家里为什么井底都发不完，你有顺水流。那我给你转向过来，让31楼变成龙边，并且逆水而作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讲您上面的神位也不对，少年也下五百，老大五老百。那约定时间，你来看可以啊。我讲你讲哦，我卯时给你安，哦，咱安行子卯午这三个时是最好的，啊，当然能够初一十五那是更好。哦，子卯午，所以我叫卯时，卯时我到5点到位，5点前我就到位，我讲请恁囝起来。因为老婆生闹困，迄个暗计都一日闹在条根，都一定在见见起来嘛。一起来我就个听，哦，有什么问题你讲老母讲，我叫师傅来修理，就已经知道他用字了这个。所以呢，啊，我坐去盖时，我迄天提早去，我甲老婆说，老婆说，啊，恁电天线，你用旧的，啊，恁囝新的，老师我还好呢，我即摆看第四代呢。我唔免天算啊，所以儿子呢转念了啦，母亲呢伺候啊，好心呢，他孙呢相处得很好，这个呢转运嘛，对，伊处着风水着运自然就好啊嘛，所以就是转运。所以请问各位，丁酉年新年到，啊，恁今年转运无？哇，那无转运的人，我教你一个。方法了，到你们附近的转运站去转运。好，谢谢啊，这是一个。
这是一个例子。那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例子，啊，这个叫做骨质兼用，用药以采药的，啊，这也是一般民间的一个小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正好是发生在我的工厂里面。啊，过去我是生产做室内地毯，啊，以及汽车地毯，啊，那因为过年呢，生意较好。那么我的师傅呢，点检部分，哦，伊是做第一线的，你甲整只地毯裁成大小，所以过去你们家里用的浴室啊、房间门口那小块的地毯，以及客厅的那个小地毯，6尺高尺，高尺12尺，哦，这类大部分都是我生产的，哦，也我从啊国外也进啊。一些国外的，还有一边那台塑的，啊，对，因为过年生意较好嘛。但是彩建这个是阮姑啊，他当场行出现场负责彩建，但是因为痛风，尿酸过多，痛风你要压彩建都不压。啊，等我生意等我伊也拍摄休请假，啊，因。岳母、丈母娘听惊死，哦，所以就讲，那去甲恁头家讲去烤迄个芦仔草，恁捌听无？啥物芦仔草知无？哦，芦仔草食菌，因为年底正好是冬天啊嘛，是不是？但要见过年年底冬天嘛，所以食菌食药药啊，因为这是有两个人，后来我才印证，甲这個老先生讲。完全切合，所以这个最好的例子，我就今天呢，啊，大家有讲的风水啦什么，这个我刚刚讲的公厨佛什么，我讲几块，这也是一个大道理，还有融合我们易经里面。那了，正好我的啊，有很多同修到过我的花园，在大溪嘛，我是在种洋啊国兰、国兰，那周边呢，六个酒草足多。我讲好啊，既然食好，我只有摕你来烤，车晒我就去我房啊边啊烤一大篮，哦，烤一大篮。所以回来咧，分姨姑讲，互食食好较好咧。啊，回来现剁现食，食两三贴过，哎，甲过年呢，好像都无够听个咧哀安尼，证明迄个时有效。过六个月个。我就是这个啊，夏天末将近七月入七月八月秋季的时，我一个老同学啊去我遐看花啦。那看花咧，我看伊咧讲手咧，手把个已经小歪个泡泡，这就表示他也有尿酸。啊，我咧讲问讲你手安怎？我痛风啊，嗯，我痛风，我只一条药就好。伊讲哈。臭头膏药，大家嘛讲啥会用的？我人有来给你做证明，我用甲阮姑阿用，你甲讲食有效，用证明有效，伊食好。哦，那伊讲要食好无，你都要有，用剩，用剩一时啊，我伫连半年啊，食半年，迄人食无完，那剩一两贴啊，我无迄两贴好食啦，先我提顿食看卖，我再过来烤。感念师恩，一心道场圆贤法师暨全体贤士。那两贴加落去，哎呦，有感应，有感应，伊就马上又来说：“哎，董总哎，要我，我过来烤，我过来烤，我爱回那脚嘴，我来烤。”这时候就采回来的，回家提灯家的，说别那吵吵。无效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两个人同一个病，吃同一贴药啊，一个好，一个袂好，道理。这正好啊，都伫这个秋天八月，我来中立办代志，啉烧酒，结果发生车祸，我家己哦，今日上大机，电力条板甲弄哦。啊，叫个邓呢，先生讲你这无效，你要去找伤，找。
那本头先的啦，你这内科无，那检查喙齿啥物断去搞无，因你去找内科就好，你傻掉。那我就回来，回来了嘞，隔天说人呐、啊、多行善，不是讲我做好啦，多行善自然福就伫面头前。我都未讲的，三就未讲的呀，都伫面前。第二天起来，我上来上课来上班，头家你嘛，他讲头家车祸哦。用隔壁一个吼，因囝昏鸟都三楼落来，有只骨断，这老先生在甲炒骨啦，咱来去甲请。我哪有晓，遐拄好的，我昨跋倒先生伫遐等啊。所以就去甲请呢，伫遮无甲咱大门呢，他不来啊。但是安怎咱先生人奈安呢？你无叫车啊？所以话，赶快包一部计程车去甲叫，哦，去甲载，阿才来。来，我袂讲，甲看呾，扑者肚子，我会讲话了。哦，伊讲安尼啦，我今都唔是要来主题，唔是地理，叫我去甲伊接骨。啊，你来我也提药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唔是一抓就好啊。所以行四五抓，我甲这老先生就渐渐熟悉啦。即突然间有一天底下就是人咧讲这个代志，讲奇怪，咱同一种病、同一种药啊，有诶食会好，有诶食袂好。所以咧，老先咱一般人拢认为讲啥啊，体质无同啦，对。一般诶人情拢是讲啊，体质无同，所以你食无效。所以这时候这老先生开口了，我别讲，老岁仔人嘛，那时候八十几岁了，我别讲。我讲，老先生，你讲我白讲，难道你有甚么看法吧？伊讲那无甚看法，食药爱分济肥啊，所以食根部的药啊，一定伫倒位，伫冬天叶啊落了后，这丛树的气也会回归到根部，重新组合，迄、那个气拢灌里头的，所以你爱伫这是出药啊，食头才有效。春天一到，这个气呢，它就往上蹭起来，开始长芽、发芽啊。所以你这个时阵，我一个年底考的，一个六个同学来，伊伫夏天呐、啊，早这个气已经就到叶部去了，该休下来啊。所以说你整个骨头吃副插头啊，年年嘛，那有什么有力？我听起来非常有道理。哦，要吃。根部的，哦，咱草药啊，有分食药啊、食根嘛。所以你食根部，务必要在冬天药啊落完，或者冬天无落药啊，伊气还是回归到头部，重新组合伊的气，然后春天气才阁清起来，开始阁发芽发药啊。啊，你要食药啊，就是爱伫春以后，春木旺嘛，哦，这大家知嘛？春木旺的时候，你来食药啊就有效，食头就无效啊。我认定他的说法。他说：“还有哦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啊，恁寒天啊，寒天啊，怎用怎的，甲用电的。寒天啊，那用电的吼，无够啦，油力无够。爱用寒天爱怎？热天你用怎，尤其破坏。我这很简单的道理。啊，我再来讲一个。”这我们也要学的，这是师父如是我闻据我所学的。师父，咱民间叫做讲替人抓鬼，但我们中文是替人送阴神。送阴神，这在第二界啊，我已经服务有好几个信众，都是同样的例子。那么我拿一个比较深入的来讲，啊，某一个信众呢，自从公公往生之后。因公公啦，因大官啦，大官死了后，伊就一直发现，伊迄间厝的内底有啥，有阴神阴灵。但是，惊到煞破病来啊！说上医医生讲这无效，这你得去找红头啊、乌头、痒痒的才有效，还是没有用，因为痒伊都无走，还是明天早上。早晚起来吃饭，就是早晚一定会去碰到，所以就从我们第三届的一个师李师姐，她说你去找袁志，叫袁志给你处理。
果然他到苏澳来找我，我就我正好是我团结的话嘛，那怎么那你讲民间是讲两个，那我们的话是怎么送阴神啊？第一个，你到他家里去，当前的神佛堂前面啊，请老祖啊，像咱请八卦同款，挂出来挂谣鬼荒，挂中鬼谣有呈现的时候，表示这个阴灵就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我叫一个实际例子，毛多啊。那么呢，你爱叫伊准备，因为你博物无法度当当处理，因为你要准备什么？准备一支刺竹头，刺竹头七节，宽度正好是五大尺。你想要迄支买你二楼半个，通个坑刷插秧，哦，七节的刺竹头长度是五尺。过来，啊、哦，你要准备。啊！你要准备饭一碗，哦，这恁要下个，你要会使做先生啦。菜七种分做三盘，青菜七种分做盘，去自助餐扣着，分做三盘，哦，三杯甘露水，清茶也好，开水也可以，矿泉水也可以，三杯。金纸呢？是用银纸三百，少许的这个经衣，经衣在，哦，迄条布零件换衫，啊，咱普通七个半，恁有安尼做无？咱即要开始要破衣前，你一定先烧经衣，让他更换衣服以后，他再来受你的供养，好吧？然后你已经卦象来的鬼荒在哪里啦？对不？这时候你用矮桌摆在一个堂啊靠，从内向外拜，哦，从内向外拜。那这时候呢，啊，你要祈求，啊，祈求当地的城隍爷以及土地公牵引，哦，牵引。啊，在众灵界的阴神回归本位。好、哦，那这时候你就奇怪，我当时接到我当时服务的例子，啊，我当时起一个叫做丰泽中福，丰泽中福，那庚寅日占六爻午卯木官鬼，哦，啊，化猪仔啦，回头星来克水，就表示。贵，啊！你按照这个方法啊拜，吼、哦、啊拜。但是你在供养的时，袂使讲弟子诚心供养，哈哈，遐不跑啦，因为你在供养的啦。弟子诚心敬比菜碗菜饭，食饱经文栽培领好，跟随圣王、圣王尊神，还是本地福德进行，看你你回归本位。这时候你要赶快。又到，这拄啊，伫遐摆啊，神位甲窗啊无同啊，所以你啊，伫神位才开始在起卦。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史。老早讲，鬼神一只阴灵，我上哪有走？卦中卦出来，官鬼伏藏。或者子孙摇动克官鬼，或者官鬼无绝休求破，就表示你鬼尚有情头。那这时候你就赶紧将那个七、那个五尺的竹头，把个内大门的龙边三丈香点。啊，你在拜的时要七丈香，哦，要七丈香。哦，啊，这个插入了门暂时关起，因为你送不出去了嘛。门轻擦，关起来，等片刻了，才去打开。安尼你就圆满。如果你上官鬼还呈现卦中，还是旺，还表示你上无力，你要重新再来。啊，这个呢发生两摆，那从了三四年后就足平安啦。所以讲乙未年，
一位呢，呢，因老公是讲清炖啦，啊，四五年一跌啊，跌头煞换一个月啊，啊，上岸就平安啦，体验煞啊，你体验煞，你知？一个我一个当时过来找我，我还是按照这个话，结果那又来了啦，伊就想讲三四年个啊，都平安，无代志啊，所以一跌啊，清炖了后，啊，剁到这个上岸煞，因上岸煞的结果，嘿，老婆又说，老公啊，又来了。还有来过找张师兄啊，还有人叫我张师兄啊，找张师兄啊，好，所以又去他府，夜市人们，所以迄天呢，啊，迄天耍了，就是啊，甲站一支，有没有？贵些阴灵上完，我们站了一支卦，火天大有指点卦，子孙爻七动六爻子月官贵，这表示你已经送清楚。做事就圆满了，哦，这个就是有无？要搞，还有时间无？啊、哦，要有时间，我再讲一条。这也是这，哎，这是我以前好像我在福州的较无同款了。咱啊，为了讨祖产，祖产。当时的应该讲是伫六十，我甲推算是六十一年前，伊来问的时是五十三年，啊，已经过十五年，哦。那么兄弟五个，古早民国六十多年做产，你拢无人爱做啦，租屋啦、家屋啦，要赚钱无啦，做细屋啦。所以阿公要死的时候，向远，我分哦，你这囝念的你就分啊。归去我替我孙做托管，托管哦，不是把产权交易给他，是托管哦。哦，要托管。那托管的是，现在一平地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已经八个四个零，啊，八又四个零啊，八万嘛，一平八万了，确实是无人要做。现在这八万呢，价钱有价啊，兄弟都大孙一定是大囝嘛，大囝以外就二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嘛，手机位就开始去甲。都爱讲啊，都爱讲，做五十多年，你若去派做，你若无人要来讲，起码有价啊，你要来讲。所以不管他在弟弟咧用什么手段，邮政信函啊什么，都不理他了。所以不理他怎么做？哦，亲戚朋友拢请伊啊，无讲无惊。我当艰苦，我咧做，啊，恁有人行到位无？啊，起码有价啊，你要来讨。哦，所以他就跑到。道场来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他当时是八十三岁，八十三岁，我这老二，他过去当当地的一个某个工厂的厂长，靠出力，有受教育，哦，所以委托老二出来出面。阿拉讲是讲，你看他叙述了啊，这内容，我讲兄弟啊，也好吼，真也够足好。”哦，你用邮政各种方法讨袂转来，唯有用什么？依循什么？法律嘛，法律诉讼，哦，国家裁定你才有材料讨这条代志啦。但是兄弟啊，过路是兄弟的派面啦。所以拜托啦，法师啊，你甲拨一支挂看安怎啦？好啊，既然来啊，道场就要互你问事嘛。所以我就甲起一个挂，起一个什么？第七挂，江秀，耿维山。叫他安静无亏。那一天正好是寅日，那一天正好是寅日，哦，那寅日呢，就暗动冲击爻啊，耿为山，哦，您看见呢，啊，第三爻嘛，啊，辛午辛戌猪寅，寅日都冲动身，暗动。七天内就会发生，哦，姚杰林，大家相信你们课都已经读过了，七天内嘛，我讲你赶快去查，用啊叫卖过动三爻的，是或者啥，众亲叛离哦，哈，过了兄弟也就派去啊啦，好，过了感情上一定派，你今要拖地拖到发人家过，尤其古早老大人的时代，你就发人行足歹看的面子，无人要行发人。所以一定派，所以那时候朱棣买了卖土啦，买了卖果啦。伊讲啊卖果，你出去去管卖果，啊叫我免土。我无啊，那时候哪有叫你免土？那时候家里内底有桂林土，
你去找一个丙辰年生的，去西南方偏生，偏西，生在哪一个地方啊？米坤星啊，西南方啊，哦，西南啊，地支是什么？庚是丙嘛，啊，申是狗嘛，丙辰年生的像狗的，你去找这人，四天内你就找到。暗动红河红子应起，所以寅寅辛机哦，寅卯辛机四天，今天问的第四天的来六合嘛，己辛六合，人就对啊。第四天找到卡了，老师啊，哪会这准啊？我找到两个呢，上高的找到两个，在西南偏西的所找到两个呢，要找到一个。您讲爱多姐，你们都会啊？什么爻？第三爻什么爻？阳爻嘛，阳爻就找男的嘛，女的不要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丙辰年生的阳爻性格，这个有法度。啊，我去经测，结果几日六合，找到两个啊，欢喜噶，但是这个大波姐查波，但是要叫大波的，不叫查波。我挂钟啰嗦，跟你讲，要找这大波就好。果然去找到这个人是谁，正好是托管人。伊已经五十几岁啊嘛，所以这个代志阿公托管好，伊是伊嘛，咱们这条产是只有是托管，并不是产权转移啊。你到尾有一天一定要搬家底啊嘛，早晚的事情呢嘛。哦，我趁手在趁怕地趁热，赶快。提出各路的己五味星红子，叫我浙江的，因这个孙阿公，好啦，我敢把讲看卖啦。啊，你这心性都爱害人的啊，人已经给人找到你啊，你要我提啥？新历，把你这提出来。这个，这钱要恁来开哦，恁去办。结果托管就把文书就托给他去办了。结果七天内就把这53年9的桌上拖回来，七天来给拖回来。啊，你印证我们易经这个话啊。但是哦，安尼也无圆满。哦，恁咧会样做的人，你爱搁较圆满。这时候我趁这个机会咧，跟这四个兄弟啊剥一点皮咧。我讲恁大兄甲你做53年，现在无半仙。一罐的汽水、氧、矿泉水也无，也无你敢袂使？安尼一瓶，一人摕一瓶出来，四个32万，包一个红包去甲恁大爷讲，大爷，谢谢哦，你过这53年带只红包，互你食茶水。因大兄老人80几岁，看了30几万哦，哎呦，哎，我紧，看到感冒，我心脏小大，唔能难倒落。啊，这是我第三例啊，我们大家两手。好，谢谢各位的聆听哈。今天如果我讲唔对的所在啊，希望大家出席牙科馆多多包涵啊，也接受大家的指教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聆听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谢谢圆智法师，哇，这么精彩的正道实例，我都话发觉吼，第一例哈，圆智法师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哪座的发心化身啊？为什么？调解委员无在了做的代志，真的啊！刚才第一例再婚的妈妈，你调解委员根本没办法解决了，因为他家的根源在哪里？后牙头，有没有？是不是白虎昂头化解了一个家庭的危机？当然，假如啊本杰克了哈，大家都听到了哈，赶快这个妙法普传哈，再来送阴神，对不对？最后这个，他刚才讲三例，他忘记了讲了四个例子，剩下一个例子哈，且待下回分解。下一次我们圆智法师还是要来了哈，还是要来，所以用意利人天啊，用意利人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感念师恩。好，那我们就热烈掌声，我们恭请。圆理法师来啊，为我们做正道发表。我们世信处圆明法师
以及各位学士同修、师进班的同修，阿弥陀佛。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很高兴哦，来这里发表一些我们维新世界和平高国际高层论坛哦。那刚好这个电脑如果问题，看喽，啊，这台可以吧？可以，啊，可以了哦。哦，那个刚才我听到我们两位法师哦，啊，那个妙语如珠啊，啊，我听到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哦。那么当然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做这个高层论坛，刚才师父所开示的，我们要感谢哈，我们老子师尊，哦，感谢。我们的师父宗主上文下言禅师让我们这个平台来这个论坛的发表。上个礼拜我在那个台中道场主持我们这些讲师的论坛发表，哦，很可惜哦，安排了五六个，大家拢做客气的，哎，拢无一个起来讲。我希望我们这些视讯班的同学哦。啊，当然都用平常的欢喜的心来做了，来练习。我相信你们的智慧会发落出来。其实我们讲这个国际高层论坛，都是将我们的经验，我们所学的经验，能跟各位来分享哦。好，我们今天想讲到的是大家来学易经啊，大家知道哦，大家来学易经，我们最主要跟各位来报告的大纲。当然是不易知吉凶，以及我们做案例啦，哦，我们帮人家如何安神位，以及如何起战，再来，中心入宅，还有风掌风水的实际案例，来跟各位来探讨哦。我们目前才是所开示的，那里维新社法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文化易经。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意，意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怎样心情的对待好，心的对待好，那个心也能对待。心的对待哦，那是无形无相。有时候你会了解到，像我们这些道场的住持，我在道场为大家服务了。当然遇到的事情真的是很多，有八万四千种的烦恼，当然就有我们的易经风水。有八万四千种妙法来解决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就是我希望说大家视讯班的同学能够了解到，万法唯心，宇宙主宰，我们的安心法器啊，多去看，多去了解，你就谈到你的心是什么。你不用往外跑啊，你的心不用往外跑，你往你这心看就知道了。到底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，你会找到答案呐、啊。哦，这就是万法唯心，宇宙主宰，唯心至中，怎样？物质解通了，唯心至中怎么样？切莫远求啦，离心求道，即迷万道。你有做这物件，书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啊，你要回去好好的去把它整理，然后去思考怎么样做。一体两面，每一件事情你就去把它反复的思考，我相信你会学的很多，因为我们视讯班。是培养未来的讲师嘛，也是未来的法师，希望用这个方式跟各位来打开我们今天的论的叙述哈。那么，要引领众大众哈，更有系统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，王禅老祖所开示，大家都耳熟能详哈。他的八句真言呐，啊，大家来学易经怎么样？做人处事可安心。啊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；大家来学易经，哦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；大家来学易经，哦，大人小孩皆聪明；大家来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欺心嘛；大家来学易经，哦，那国家社会健太平啊；大家来学家庭圆满一条心，你如何来圆满一条心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。那么，再一个案例，就是在乙未年。在咱的高雄男子区啊，民昌区嘛，啊，他来到冈山道场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我们小孩子哦，一个结婚了两年嘛，一个结婚了五年，都没有生小孩子，我们跟他都没有叔叔啊。那你遇到这件事情要怎么办？怎么处理？
一定要用意帮他占卦嘛，然后帮他查，啊，查他阳宅的吉凶，查他的那个啊，整个房那个那个床位，然后啊，不要查查了好几项，查祖坟，最后查到我们的祖先安奉的是我如华。祖先安奉是我如华，你看官鬼也要动，父母也要动，会克什么？啊？无官鬼啊，对啊，克子孙啊，但是也下来不后血。我说你这个地方有血，有那个下来不后，然后你告诉我你他怎么写的？一共以看当时在安生的家子里，那呢佛教的修行者，然后帮他写的，他只有写外牌而已啦。哦，堂上啊，模糊历代主考必知神位嘛，啊，其他里面都没有写啊。哦，这按照我们事务所开示的，那来对一点，那我们知道的，我们的祖先，那阿公阿妈、阿祖阿仔、爸爸妈妈，一点按那下，按那叫如火啊。所以将来你们在有机会弘法利生的时候，这个七块一点爱去了解去领先了。啊，结果问题上他是没有写哈、啊，然后我在请示老子师尊，如果当他写了以后呢，我将来祖先。他的祖先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阿祖阿太，把他写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能够有指示啊？诸属都丢啊。那么这个卦上一位人的话，就是卦叫泽山显卦嘛。啊，泽山显卦祖孙女啊，就在亥水啊，亥水啊。我说应该是明年就有了，我帮你用好了以后，因为我要正道，我帮你写完了以后。用这个老祖的妙法写完了以后，你的家里住宿也来过啊。哦，啊，结果占卦出来有泽山显，我说应该明年就会到。啊，结果在去年丙申年106、105年嘛，在二月、三月的时候，啊，都已经都怀孕了。哦，啊，这嘛已经嘛生来啊，非常的高兴嘛。哦，这个来人讲，来人咱师公来的住，来用料也好写的住行公公嘛。啊，明天刚好是我们的共修啦，啊，他很高兴的拿了将近50份的那个油饭，加红蛋来供养，啊，供养老子师尊嘛。啊，我们每月的共修吼，我们的同修都有在共修，啊，听师所开示《金刚经》，咱啊会记哩，像咱师拢讲啊，为你无洗顶顶，你就是爱用油饭加什么红蛋来供养，嘿，好，这是一个案例啦吼。再来再谈到我们择日的重要性啦吼，那么择日无论王侯将相、宦夫左族，日辰都很重要。择就是选择，日就是我们的太阳吼。我们人都需要太阳来照射，万生万物都是一样。这个日辰对于任何一件事情，它的吉凶会有感应呐。所以那里风水吼，和择日是命不可分，故我们风水除了摆设以外。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日子和时间，尤其是他的结婚的日子，按神位他都要安立吼，还有起葬的日子，尽量不要冲煞到我们的生肖。而择日是趋吉避凶，了解自己的轨道而非消极啊。而因为人在世间上互相维系着平衡调和的状态，无论是王侯将相都是在讲调和吼，这么安立吼。因为这个房子就是做左三位相，那一米离104年刚好对冲，啊，对冲能不能安神位？不能嘛吼。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开课讯息，云林北港出哦，那丑位对冲嘛，所以说一米离不能入宅嘛，不能安神位嘛吼。到了丙申年，就五黄煞到什么宫？到艮宫嘛。那么六道可能当个有些公道可能当个美女、丁忧女再来安心位。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了，如何去占卦？那么丙申年，那你行入那年运，那丙申年都是紫白彗星，都是二入中宫嘛。啊，五黄到底都位？你个艮宫嘛。所以说你要择日的话，要选择紫白彗星哦，八白会在五黄，你才能化煞。啊，故按咱翻咧，董公择日选，路边是你农历四月初四吼，各时各消小因为，
我在讲农民历，咱就是丙申年农历四月七夕，五入中宫。刚刚那个紫白彗星到什么地方？五六七八到什么宫？到艮宫啊。哦，多方考量，咱算农历的四月四号，癸巳日来认真是安神位。我比较安神位，咱有就是爱解析论坛，还是论学，就是爱下这解析的方式嘛。恁贵几位，几位就刷都刷都已刷当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认真是刷的都已刷难，所以要必须要考虑到主人生肖是属什么，啊，注意属狗，因为树立的时阵认成日的话怎么样，程序怎么样，对冲嘛。哦，你算那些，一般我们只是像这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啦。当然，咱连看动工，只是是好几大意外。那五黄煞到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哦，除了第一个要注意，就是老子师尊所传的，那你八百要会在那里五黄的地方。第二个，让他考虑到哦，那你动工只是写那个好几大，要好日子啊。再来，不要空让那主人的生肖。哦，恁那以后将来有机会为服务的话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向啊，安尼咧做，我相信你会很圆满、很欢喜。啊，不然我们按写好了以后再请示哈，我这样子做的，这样子做是不是能够平安？啊，得到了卦，哦，得到了卦哦，就是第三签呐。哦，第三签用神是什么？是爻是什么？子孙爻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动到什么？是不是有兄弟爻动来生，对，动了元神来生嘛？啊，可见书所传的那个妙法是大宇宙的真理啦。只是说用这卦来显示，跟各位来报告，是要了解讲咱有偌济，有到尾啊，你有对这法的信心啊，听说你如何？当然，哪做法绝对是真理啦。我让师长听书所开示吼，神不欺人，神不欺人，确实是神不欺人呐。所以讲，你也了解了，然后故那你挂上按放心的用，哦，所以106年的四月四号，当然得到卦是第三签，哦，变成哦，那你啊多卦了，是因为主孙爻是什么样，旺相嘛，所以放心的用吼。再来，我要讲第二个案例吼，那你是解一些主人的坐相，嘛刚好也是啊，我说去年都是五黄的，或者是。啊，坐太岁、冲太岁，我遇到将近七八个案例，哦，这也许老子师尊我的一个让我在练习、在学习的地方了。那么坐稳的是深山隐象嘛，那乙未年的话，那边朱莉刚好啊，引他妈妈刚好往生，所以暂时来搁置。啊，丙申年在择日来起战，那么考量的因素呢，因为深山隐象。米坤星刚好是海豹比说是一米尼，怎么样？山寨在什么地方？在西方嘛。故坤宫哦，给忧心竖田这正几个座山，这都不能动，都未使叮当嘛吼。所以咱丙申年，咱的做我的坐相深山隐象，啊，一百空五空四年无在叮当，一百空六空五年搁做太岁啊。那么天心正印二月又入中宫，哦，三煞又在南边嘛，太岁的坐相怎么样？不宜怎么样？修造嘛。所以说有时候你看书所讲的董公昨日写的也好，你要多去看，多去了解，深入他的用意。哦，难得了解过啊，坐相的话不能做，当然书嘛传一些妙法，比方说紫白彗星啦吼，啊这嘛容易啊，你能也有就会受灾啦，只是。现在所证到的部分，那个过于来算命吼。那么择日起战的需要谨慎呐、啊，避免冲煞那的主人的坐山，阿甘那的主人生肖等等。那么多方的印证呢，多方印证的话要注意，择日戌这边特别注意下列的事项。那么那个短时间，那啊短时间可以完成的话。我们的日子摆的八百吼，我们会在他的宫位的座山呐、啊。若是入塔安葬吼，在座各位学士同学吼，
啊，所以在开始，咱给他哦，还是按照呢，一那个我们的董公子写要有什么什么字，要有什么字，安葬哦，不是讲好一下当当公算好一下就好啊，哦，不是说好日子，当然是好日子，当然要有安葬的字样哦，安尼够够圆满，哦 ，OK。所以择日以后要请示圣卦哦，那么那来朱叔爻、甲车山爻、哦官鬼爻，我这里就写的第三点吼，爱休息，有朱叔爻、甲车山爻，讲要安静然后，那么依据上述上列的原则，哦，咱雇用把日子的区分挑一个适合的时间，男则丙申年加五月庚辰日，辰时农历的五月二十三号。啊，那当时丙申年一心里的煞然嘛，但是没有冲到我们的座山，因为米坤星底挖底塞平。阿妈甲午月刚好因我梳洗煞八，为嘛未冲到怎么样？未冲到座山嘛。那么庚辰日申出几个煞然嘛，不就座山。那么翻开我那里董公择日写的辰时呢，刚好是有太乙星君来占用，哦，辰时来相生我们的座山。所以说，咱朱立作文又属于属猴子，也会冲杀到。所以当然，再来就是我们要查询董公择日选2016年，咱写眼祭祀所设，咱农历五月二三是怎么样？写的是百事大吉啊。那么查询农民历五月二十三号，刚好是紫白灰星是二黑入中宫，刚好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又会在艮宫，会在坤宫啦。哦，当然，然后你这个写了以后，哦，再占卦来请示啊，老子师尊哦，择此日起占的吉凶。所以讲，一般我们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，除了董公择日选以外，啊，我的经验就是一点那个在确认一次啊。哦，当然，那座船呢是绝对是正确的，也是确定说。我们了解到你用的方式，还是不是有健康？